还没点放。不会吧？是挺好听。我方防御塔 ，An enemy has been slain。你变态吧你！大强哥哥。你他妈变态！我靠。恭喜。他怎么突然跑到下路来了？操作设置。大强哥哥，你可以输哦。我们跟主播没有打过，好像今天下午就要打了。阿彪太骚了，他本来就骚。成都挺习惯的。下午跟谁打我也不知道。我靠，这凯一刀砍我半管血。他妈666了，能吃辣吗？能吃能吃。我啥也不知道呀。阿彪和宁志谁更骚？不知道。你们就别学了，你们学这个干嘛？好的就不学，你不报警。好的就不学。哎，篮球，你狼没了，听到了吗？还行啊。教练今天不知道。这么多打野。小龙，我爱你，我也爱你。今年过了就是18了。龙志彪，有人说你经常和基尼一起玩游戏，你啥意思啊？没有。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叫打过这么久了。然后签名，摸着摸着摸着。开始撤退。我第一个用的英雄是后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给我扔。老铁。双击，666，双击，关注走一波，6球，后羿算了吧，后羿，好久不玩了。关注99。幺哥哥的。哎，我们是一起点的那种，就昨天晚上。老虎不好玩啊。啊，还是一人，就是什么算？点那种。昨天中午我们俩点，昨天中午。点那种一起的，点那种一起的，那个牛肉饭真难吃。点那种一起。哎，点错了。啊，彪哥，彪哥。川菜，川菜，川菜。川菜，老铁。番茄炒蛋，来一份。我靠。老铁。草丛三彪。草丛三彪，彪的很。经典川菜。我们这边怎么样？等你说这是60多斤的局。
快打快打。我们要跟哪个主播打？不知道啊。我连走了，没有了。操作失误。我们现在在上海。你什么时候打？晚上打吧。是不是青蛙你们？我们吃青蛙。我是眼睛好，眼睛好。我身上有只有一百十八。眼睛很重，这个。眼睛很重。眼睛很重。打他老弟。我们吃饭点外卖，因为上海没有阿姨做饭。暴君，轻松挥舞球吧，魅力撬动全场。啊，彪哥。但是没有锅。哇。方便别吃，不是太大了。哇，吓死宝宝了！哎，减速了，减速了。哪个战争是我们的劲敌？我感觉都是啊。东西先等我一下，老铁们，老铁们。听不见。哦呦，老铁，黄哥，你在哪里呢？我来找你喽。开始撤退。因为我的手比较大，懂我意思。别了别了，我可以吃辣的。有点黑，我就没输过暴击啊！我去，我输了暴击全没死。这老虎的钳子怎么还没这个辅助多啊？粉粉的木兰挺好的，还好啊。阿姨做饭挺好吃的，露个脸吧，算了吧。这个蛋要刷了。粉色还好，好久没玩过了，操作都不知道咋操作。嗯。嗯。我们的第二位借口挺多的。我们宿舍好多人。队里谁最丑？我最丑。早就顺嘴手，算了吧。已经卖了两个三个。啊？啊？我都已经卖了两个。魅力撬动全场。行吧，你吃上吧。开始撤退。哎，点错了，我操！哇，彪哥！我们睡觉的床巨大。彪哥，我喜欢那种感觉，舒服的感觉。如果睡吧。我最丑，我最丑。就你看的，死了就怪你哦。被盯上了，怎么死了？对啊，一人一张床。哎，完事了。
说这这性格真坑啊，要他看我，我不知道他死了以后他就来看我了，这人怎么没有素质啊。头像锁定肯定要开，知道不？嗨起来，兄弟！我应该送到。嗨起来，兄弟！我要喝星巴克。你妈发点鱼进去了。啊？没走掉，靠！你去外滩不是路边？一起超速。上海滩吗？上海滩，对。程咬金挺皮，还好。那要是都没有这个票，票我全部给回上了。他说没，我要是到北京去了。几个大男人去那里干啥？啊？我说几个大男人去那里干啥？给你们找小妹妹啊。你变态吧你！变态吧你！我变态，我变啥态啊？给你们找，我变态，我变啥态啊？你打个电话打什么面面？谢谢知风夜草送的礼物，谢谢。我变什么态？我是不是好啥好？我们都对这种没有不感兴趣。那阿彪说那话啥意思嘛？他说去打人去那干啥？别那骂我，别那骂我，我不打你。没兴趣 ，OK。还有两个。一样的呀，我们说点过来，你说他当然一样能吃的，你吃不了。对啊，老铁，六六六。不好量，不是不行。不可吃啊，不要。哎呀，你懂不懂？我带呀，我打那个又打不打不那个。哦，我打不进去，弹不进去。谢谢阿姨，辛苦了，我去。六球。谢谢知风夜草送的圣诞树，谢谢。啊！集合，进入暗影主宰，开始撤退。也无事啊，都在指挥。这两小时估计要到了呀。梁秋。他又叫我上了，本来我就比较冷静的，他又叫我。他又叫我，我就有点冲动。
肯定是兴奋多一点啊。躺就两小时了，你给说一说。午觉不睡了，两小时了。干的。妈的，两小时了，咋整啊？贝克曼不在。早上过好，早上已经不早了。边野双涡轮，别。我事情我要干了。聊天。我就不能怂。橙子吗？懂吧？大乱斗好像打不了呀。哎，12月27日。他们家哪一个？啊，上去啊。哎，咋回事啊？哎呦，难受。怎么？伤害有点大。1v1都不可以。老板，哎，算了。我换个号去打1v1吧。谢谢天意送的礼物，谢谢哟。谢谢天意送的爱你有连击，谢谢。得得得得得。马可应该不直播了吧？他还挺忙的，今天明天都有事。谢谢天意送的连击，谢谢。捞啊！六。哒哒哒哒哒哒。没 solo 过。欢迎来到王者荣耀。能有多少钱？六哥。敌军还有3秒到达战场。坑我1次，坑我2次，坑我3次。谢谢是你的送的星星，谢谢。这英文读不明白。完球完球。对啊，这是新年号。这都认识。谢谢美少女送的快乐时光，谢谢。跟粉丝说了吗？不是啊，我在1v1匹配。不要总是英文名，读不明白。啥意思啊？今天的。看不懂。大家好，我是。想抓我。谢谢233333333333送的礼物，谢谢。没注意这个人，我去。装逼被人机啊！全队文盲。大哥，我想打中，你去打野吧。我去打野。啊！我光已经在报警了。咋呀，老铁？我打野。加油，谢谢。对对对，北岛会英文。反正我是不会。大号啥单位？大号青铜。我没听见。星光映照着我的生命。七。九龙妹妹。
谢谢知风夜草送的七彩圣诞树，谢谢。来个颠覆啊，要两个辅助。啥样啊？这上车只要藏好线。喂，你好，我刚刚点那个站看到没有？昨晚上点过的那个。啥东西啊？谢谢七仔圣诞树，谢谢。别点那个。不是饭少了一份，我好像你看你帮我看一下视频上点了。嗯，那个可能有人打开了。不是，带个这个。你看吧，黑黑的，是中国的。你玩的啥？谢谢礼物，谢谢。不是大红色的关键。又被盯上了，我靠！我还有那个，从早之前上车，只要圣诞快乐。你们都可以上车。最舒服事情。饭还没有到啊，等到了再吃。没有，你看饭是点了几份？我的关羽。不是，关键我买到装备了。我的饭。你饭，你给他买个鞋，然后你鞋子跑得快点。谢谢阿可和康俊龙锁了，谢送的礼物，谢谢。妈的，我怎么会和阿可锁？你真的以为我遇不到你吗？梁球。他大家也是别在来不及的时候和谁说不和谁说你是真的你就去沙发了你我给你一刀你就行我喜欢你谢谢2333送的超神谢谢我被你打到半天这两个人让我真是觉得哦我没针对啊小哥敲你妈呀！你咋还有这皮肤啊？你看上个月我现在能吃了。上官秀啊，不太会。我有皮肤好不好？燃烧的气，燃烧的心。买一辆对这东西对面一直在帮我打房吃饭没还没有饭还没有到啊到了就吃红大了开掉了有人飘了，谢谢彭彭彭彭彭送的荧光棒，谢谢。表哥。别办。点了什么吃？我也不知道点了什么。表哥。不是我朋友。来。这个号好像打不了排位赛。92好像又能打。青哥，我挑食。这里咋有个人啊？我不太挑食。被蹲了。我也不知道，这号是训练号，头像是女的。要不你过来的吧。1.5米。谢谢超神，谢谢。1.5米，差不多吧。我也几点了？待会吃饭的时候下播了，然后再你打我。再休息我再直播。哎，他们在打目标了。那我们战绩算了吧，战绩就别看了。人头不喜欢，回去就点掉。啊。
瞅一下。挂着，你们又看不见挂着。我给你拉一下。对呀。到敌方进攻点球。看不见挂着，这有点挂着。哎，别，整掉。你是两才说我，你是为啥呀？杀了一个，哎，你要翻车了，稳点。换个问题好吧。等我先发一下 ，OK。我也发一下。这个木兰卡。OK。小可爱又来了，那个真棒。那我输的时候就死了。我近视300多，因为爱情。哎，我来了，兄弟。因为爱情呀。郑宗鹏是谁？郑宗鹏是青羽啊。好像没有规定不允许，反正我们是都不抽烟不喝酒。不能抽烟。想看我秀啊？我不会啊，上官婉儿没玩过。现在开始真正的屠杀环节。KTV 喝饮料。我不选择戴隐形眼镜。哎，不整那些花里胡哨的。还剩五秒。豹子叫曹风华。谢谢李志送的小铃铛。抽烟喝酒不好，我不抽烟不喝酒。比赛上我也不知道，没用过。啥意思啊你？谢谢余归向晚送的雪花。午安啊。对对对。啥我不敢啊我。秀一波秀一波。我只是不搞好吧。别吵我听着。我找空中飞马啊。对面是谁不知道啊。你不先放二再放大。你把他劈走了我咋放二。没人会做饭。这配合不到位呗就是。谢谢幽猫饼送的小铃铛。我是不敢喝，我不喝。九枪之前也要那个用过，结果还是换了。不好听。我啥星座的？我好像是处女座的，好像是真的。
接着发他的手机，哎，接你发，咱还是发的手机吗？对呀、啊。发是吧？就那天啊。就那天关你直接发。嗯。哎，我咋没看到那个？我没帮别人上分啊，这是我的训练号，我靠。我是那种人吗？谢谢锁了送的礼物。刚才看到龙哥了，什么好人啊？你在搞啥？搬去。谢谢阿哥康俊龙锁了的礼物，谢谢。你就不打了呗。你也不打不行。嗯。我都快，啊！我三个兵，啊！我要买我。我今天把你杀了，我不信王。嗯，你把王军倒过来走。凉了呀！谢谢九龙宝宝送的七彩圣诞树。有点难受。谢谢一百个连击，谢谢。别打着，把电带我。声音变小了吗？嗯，秀的，我就有点 low。行吧，那我大点声呗。我是王博云，对我。不行呀，我在说话，这把就连出了，你在生气啊？小鸟经济这么高，讲道理，有哥哥这个小疯子简直不讲道理。这咋回事啊？技能全高。报告没事啊，关机我投了就行了。还小吗？可能是我离这个有点远。
做些新陈代谢的吃的很难做。称霸钻石局。我在专心操作，说不出来。认真打就不说话了，好像是这么回事。我没有捂住麦。我的天！谢谢昨夜星辰送的七彩圣诞树，五号，我去看一下，好，也不知道能不能上。
在讲什么？吕布，吕布可以啊，但不知道能不能上去。哎，上不了，上不了，上不了。东关加油！下播了，要下播了，吃饭。哎，我两小时到了，两球。六六别找出来了。直接下直播了，拜拜拜拜，下午再直播。吃完饭睡一觉，然后直播。不播了，下午再播吧。九龙妹妹简称九妹，拜拜，直接吐个泡泡。